小雪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讲2006年的 AMC 8。第一题，The Mindy made 三个 purchase 购买。他买了三种东西，分别是这么多钱。他问 total 一共，就是列到了最近的。净税多少？那我们看啊，这是接近2块钱、5块钱、10块钱，那么17，答案应该是 D。第二题，的 MC 八的竞赛，这 B 的呢回答13个问题正确，然后呢7个不对。和15，还有最后5个没有答，问他得多少分？我们知道 AMC 八呢是一题一分，不做不给分，做错也不倒扣分，所以是呢，他应该得13分。第三题，Elsa 呢，swim 游泳，lap 是圈儿。就一个来回，这是游泳池。当他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他可以20分钟做成完成10圈。现在呢，他可以24分钟完成12圈。问他 improve 提高，对。Lifetime 就是一个来回的成绩，一个来回的时间提高了多少？那么看它原来是多少？原来就是25分钟10圈，一圈就2.5分钟。现在呢是12分钟，24分钟12圈，那是24分钟12圈，那就是2.5减2，就等于。0.5，答案应该是 A。第四题，它 initially 就是一开始，spanner 这是指针，指针呢指向西边，chenille。move clockwise 顺时针，revolution 呢是圈儿，就是说它一开始呢转顺时针，就是这个方向，转了2圈，再加1/4圈，好像是 counterclockwise 逆时针，转了3/4圈。然后他说你这个指针呢，经过这两个运动后呢，它指向哪？其实整数圈我们可以不用考虑了，因为整数圈呢就是又回到它起始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来看啊，四分之一，顺时针四分之一应该先到第一次呢是到 n，然后呢逆时针呢四分之三呢，四分之一、四分之二、四分之三呢。第二次是到 E，所以说呢，它应该指向东方。这几个算是西北。第五题，它 A、B、C、D 呢？A midpoint 中点，中间点，在这个比较大的正方形上。如果大的正方形面积是60，问你小的是多少？我们可以通过分割法，这个呢就分解成了4个小的正方形，而这个 AB 呢是这个小正方形的对角线，所以说它是内外相等，所以说呢它应该是原来的一半儿啊，原来是60，那现在就应该是30，就是 D。第六题
这是字母 t，字母 letter 在这里，字母 t 呢形成的是用两个二乘四的这个长方形 next to each other 挨着，就是把两个二乘四的长方形拼在一起显示的。它们这个 t 的周长是多少？那我们知道，这是二，这是四，这是四，这是二。而对周长来说呢，如果把它里面这个两个边翻出来，它对长度周长的长度是没有影响，它应该四，那整个这个长度呢就是六，那四加六乘二等于20，答案应该是 C。第10题，17题。他说一个圆 x 呢，半径是派，圆 y 呢，就是周长是八派，圆 z 呢，面积是九派。问是列出来，list 列出来，排列。这个呢，从小到大是按半径来排。那我们现在半径第一 x 给了 y 呢，我们要 convert 成半径了。它就应该是二派二，所以它应该二等于四。那面积呢是二，是派二平方等于九派，二就等于三。那 x 半径3.14，所以说要是从小到大呢，应该是 zx y，zx y 应该是 b。8题，那这个表，这个 table 是表意思，表示一些结果，survey 是调查。Radio station 是广播电台。他问你多少的百分比男性被调查的时候听这个 station？那我们要求男性百分比，底下应该是男性，就是所有的男的，听广播的男的。那么来看，所有男的有多少？所有男的不知道，听广播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推算出来，那就是136减去58，八这个五加七十，就是有78个男听众。男的呢，一共有多少人呢？那是78、26、4、104，所以就应该是104分之78。这是52，这个39，那接近是40%左右。哎，为什么我们这个题没有选择答案？那我们算一下吧，39、52，0、0、57、35，52是274，这边呢六。8.17，0，不对，57、35、36，那这是应该26，26这个乘5，25、15、20、26，那答案应该是75%。第九题，它的积是多少？Product 积，那可以观察应该是。那么约那应该等于2/2006，那等于1003，答案应该是 C。第十题，有 George 的老师呢，问他们，让他去画一个 plot，就是画图。
绘图，order 的就有序的，就有序的对儿，pair 是对儿，那是两个正数，w 是宽度，l 是长度，面积是12的。他说那哪个图更像这个？他这意思是说，w 乘上 l 等于12，就是说。如果 W 增大，L 就要减少，为了维持12不变，或者说 L 增大，W 减少。那我们来看，L 增大，W 减少，W 增大，L 减小，那只有 A 符合的情况。这同时增大，这同时减小，这不变，这是也有一个不变，所以答案是 A。